除了曼斯扎特尔课题以外，公正党署理主席拉菲兹指控首相呢多斯里伊斯曼沙比里和财政部长东姑扎鲁涉嫌干预8亿5400万令吉的国防部采购合约。拉菲兹发文告声称，政府是在8月通过直接颁布合约方式，交由某一公司为军队采购自行榴弹炮，这家公司成立2年了，也没有相关经验。拉菲兹还附上一封据称是财政部发给国防部的信函，信中提到财政部拒绝了国防部的要求有限招标，反而同意直接颁布合约。拉菲兹指控财政部是在首相的指示下才会发出信函，因此他质疑首相的用意。他还说接下来将继续抖出这宗采购的更多黑幕。